地下拍卖会可能要取消。闻到了，我闻到了，是血腥味的路标，是擦干了血的痕迹，好像动物专等留下的气味一样。我已经很清楚，你和我是同类来，你和我一样是热衷于杀人的中毒者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用卑鄙手段对付你。我们单对单交手。好啊。团长刚刚打电话来，他在西梅利大厦玩紧，叫我们过去。使咩叫啊？其实我哋一早就已经嚟咗呢度附近噶啦。系咧，其他啲人点啊？睇嚟大家嘅想法都系一样，一边扫除垃圾，一边向西梅利大厦进发。团长好少可会叫我哋大肆破坏，今次准我哋咁做，但系有条件。咩条件？杀晒所有人。喂，你点解咁做？点解唔杀咗我？点解要我继续生存啊？重要嘅日历缺少一部分，被遗忘嘅月份被盛大调研。哦，呢度系私地点，有个私家车经过检查站，而家去紧西梅利大厦嗰边啊！算数吧啦，佢哋就等我哋对付啦。你哋做好你哋嘅检查工作就得噶啦，唔好俾无辜嘅人卷入今次件事。喐手啦！仲唔死？将呢件事当系嗰啲交通意外咁样处理啦。禁区唔入得嚟嘅，三秒之内你哋要消失。喂，嗰边细粒啲嗰个喺上度见过噶喎。穿着丧服嘅乐团演奏住旋律，相遇将会高挂，平稳地继续运行下去。咩事啊？点解会咁噶？呢条鱼叫做密室鱿鱼，只会喺密闭空间先至生存到嘅念力鱼嚟。食肉丸特别喜欢食人肉，被佢咬的人不会痛，不会流血。在念力鱼消失之前，这个人是不会死的。上方，你听不听到？这首是我们为你奏的安宁曲。